啊，嗯，太美太完美了，太好看了，老三，这你别笑。这俩都挺长。你说什么？嗯？你欺负的啊？啊？是不是你欺负的？啊？是不是你欺负的，老大？啊？老四，是他欺负的吗？是他吗，老四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他吗？老四的眼神还挺坚定啊，老铁们呐！我这么一瞅，老四的眼神够坚定啊。老四啊，那不刚开完会吗？老四，刚下课就睡觉啊？啊？老四啊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吗？你说下课就睡觉？那不刚开完会吗？老四啊？啊？这咋的了，老四？我发现跟你俩在一块儿，这咋这么不愉快呢？老四，这为什么这么不愉快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不许欺负石榴了，知道吗？你们不许欺负石榴了，知道吗？啊！让老爷揍你们呢！啊！好了，给你们做饭去了啊，老四啊！好了。啊。嗯老师，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？老师，啊，那孩子是犯错误，他要是不犯错误，但凡是他不犯错误的话，我也不能说打他。老师，你理解吗？
理解老爷不老师，理解你老爷不老师啊，啊！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感谢品牌大码女一啊，谢谢大家送礼物的好朋友们啊，感谢小杨哥，谢谢小杨哥送的啤酒啊，老师太逗了，啊，是米瓜，你听着老爷说话了吗？问你呢，咱们长记性，问你咱们长记性啊，小米瓜，啊，老师你打的，老师那老师是米瓜，你替我打他一顿，老师你替我打的，你替我打他一顿，你替我打的，打的。挠的老师，你替我打，啊，那我打的行不行，老师，我打的，啊，我打，走。照照相啊！哎呀妈，老师这绝活啊！老师这喜欢孩子，抱的真好看。你好好抱我老师来，你好好抱住了老师来，老爷看你能不能抱住了啊？老爷看你能不能抱住了啊？来，四哥，你抱住他，抱住他，四哥，老爷给照个相，抱吧，老师抱吧，抱住他。抱这是啊，这个手抱，你别捂脸，我要照个相，老师来照相，一二三，抱住，老师抱住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又不好好抱了，四哥不好好抱了，四哥不行了，四哥也不耐烦了，老师你好好抱的，好好抱的，抱一下，抱吧，老师抱吧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太不耐烦了。副总啊，我数三啊，三位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预备，一，二。I was born for EGM.